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 ？n 的 y 大是什么？这个的平方，把它放下来 ，OK， 然后呢消掉，就变成 n 的 summation ti 的平方。这个呢 ，summation 是谁 ？i 到 b 到 k 的，这样可以哈？好，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要平均值的呢，都把它消灭掉。现在只要用什么它的 total 来算，啊 ，total 呢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小数点的麻烦。好，所以我们做一个整理，然后要教会怎么样，把它的计算式呢放到你的脑子里面去，怎么样子呢 ？SS total、SS treatment、SS error。好，跟着我一起来想 ，SS total。在看的是什么？最基本的那个观测值跟最高的那个平均值之间的差异的变动。所以呢，你讲我们假如用平均值来看的话，是 yij 减掉谁 y 大大的平方，最小的这个减掉最高的那个平均值之间的变动，然后把所有的数值全部都加起来，这样子叫 SS。然后呢，把它换成用 total 来算，不是平均值的时候呢，来，先不要抄，跟着我。所以呢，最小的那个数值是谁 ？yij。最高的那个平均值不是用 y 大大的，是谁？最高的平均值是谁 ？grand total， 这最高的那个和是谁 ？grand total， 对不对？跟 grand total 之间的差异，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平方起来。好，开始哦。我每一个 yij 是由几个数值构成的，一个数值构成的，所以除以一不用等于不用除。然后有多少个 yij， 全部把它加起来。j 从一到 n，i 从一到 k， 然后这边是一个减后面的这个。然后我 grand total 是由几个数值加起来变成一个叫做所谓的这样 grand total 这样的数值呢，有 kn 的数值，所以它的分母除以 kn。 OK， 好，再来一次，没有听懂的再来一次。好，所谓 SS total 只要以平均值来看，是用最低的这个观测值减最高的平均值，那么以 total 来看的话，也是用最低的观测值减最高的那个和那个 total 来。好，所以最低的观测值是 yij 减最高的那个是叫 grand total， 对不对？中间是减掉这样子，然后把平方，它每一个都把它平方起来 ，OK， 然后开始再来做了。好，把这两个抓出来了以后呢，每一个这个 yij 是由几个数值来的，一个数值就是一个 yij， 对不对？所以它的分母要除以一，啊，等于不除。好，有多少个 yij， 这个数值叫 yij， 对不对？要把所有的这些数值全部都加起来，啊 ，j 从一到 n，i 从一到 k。好，前面一项完成了。后面的一项呢，我的 grand total 是由几个数值来的 ，kn 的数值来的 ，kn 的数 yij 把它合起来，是不是叫一个 grand total？ 就除以 grand total。那我总共有几个 grand total 呢？只有一个 grand total， 要把它加起来也是，就不用加了，这样。这个就是 SS total， 那就变成这样的式子。好 ，SS treatment，SS treatment 在看什么？平均值跟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对不对？好，你只要用平均值来看了的话，就可以先把它写出来，对不对？把差异平方起来，把所有可能的这样加起来，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 SS treatment， 对不对？好，那现在用和来看，和来看了的时候是怎么样？也是一样，我的这个各组的平均值变成各组的 total ti 的平方，后面的两个最高的那个平均值就变成 grand total。
这样可以吗？先把这两个抓出来，已经从平均值变成两个和了，然后再开始来加工，怎么样？我每一个 TI 是有几个数值加起来变成 TI 的 ，n 个数值除以 n。那我的这个整个的数据里面有多少个 TI？ 这只有 i 对不对？有多少 TI？ 把它全部加起来 ，summation，i 从 1 到 k 加起来，好，第一项完成。后面呢，继续做。我的 grand total 一个 grand total 这样数值是有几个数值来的 ？kn 的，注意 kn。那有多少个 grand total 呢？只有一个 grand total， 要加起来也只有它一个，所以不用加，就这样。可以吗？就这样，要再讲一次吗？可以吗？记起来了吗？啊，讲一次的话是怎么样？我们从平均值要变成 total 来算，这个是各组的平均值减总平均值，变成 total 的话，各组的 total 减 grand total， 然后都要平方起来，要减，对不对？好，开始，每一组的 total 是有几个数值来的，除以它，这个这么多个数值 ，n 个数值加起来才是叫做一个 total， 这一组的 total 嘛，对不对？这一组的 TI， 然后呢，总共有多少 TI 呢？在这里，你全部把它加起来 ，i 从1到 k， 全部把它加起来。你不可以放它在外面流浪啊，不理它啊，就全部把它都合起来，好，全部就定位，全部合起来。那 grand total 呢？ grand total 有几个数值加起来变 grand total， 下面就处理它 grand total。好，有多少个 grand total 我们要就定位呢？总共这一组数据也只有一个 grand total， 所以不必合了，就它一个，就这样做完了，公式就这样。那 SSL 呢？以观念来看是什么？我每一个最低基本的数值减掉自己的平均值，同一个处理之下的变异是怎么样子？这个加起来就是 SSL， 对不对？好 ，SSL 呢也是一样。好，每一个观测值最小的写出来，减掉它自己的平均值，换成什么？自己的 total TI 的平方。OK， 然后开始来加工，一样 YZ 是有几个数值来的，一个数值来除以一，都不用除，有多少个 YZ 平方全部把它加起来，这从1到 N， I 从1到 K， 然后减掉谁 TI， TI 有几个数值来，有 N 个数值来除以 N， 有多少个 TI 全部把它加起来， I 从1到 K， 好，容易不容易？简单的很吧，可以吗？所以呢，你也不需要特别背，已经会了，公式就这样子而已，回去多算几个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接下来把数字放到公式里面，然后从头到尾七个步骤教你怎么写怎么做，这样可以了吗？公式自动会了哈。好，来，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好，我们这边的数据哈，有三个 treatment， 假设是三个饲料，有三种饲料来养小猪，那么每一种饲料养了五只，它出来的增重是这样。所以 n 等于五，对不对？有五个重复嘛，哈，每一个处理之下有五只重复的。所谓五只重复，就是说我同一个 treatment， 同一个饲料，我养了五只小猪，了解吗？好，所以基本的数据拿到的是这样子，然后开始做一点运算，做一点运算什么？第一个算 TI total， 把每一组的都加起来。的和出来是多少呢？25 45 20，然后把所有的数值全部加起来 grand total
也就是你把这三个加起来是一样的，多少？九十。那你还可以算一个 yi 平均值，就是我这边每一组有这么多的总和，除上它的个数，就五、九、四，然后总平均值就是我的九十除上总共有十五个数值，所以我的 i 是多少？ i 是等于一、二，一直到三，所以我的 k 是等于三的意思，这样知道吗？所以我的总平均值是多少？十六。好，我告诉大家说，第一步你要看的是什么？那我的这个平均值是指一个是五，一个是九，一个四，这样子的差异到底叫不叫做是它的平均值 μ1 μ2 跟 μ3 是相同的呢？想要知道的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的 H0 μ1 等于 μ2 等于 μ3， 我们想要做这样的测试，这三个平均值都相同。第一步 HA 是什么？至少有一个族群的平均值跟其他族群的平均值是不同的。
等于多少？等于二，就写在这边。基差呢 ？L 是多少？每一个 treatment 减掉了它自己的平均值，所以是 n 减一，然后乘上 k， 对不对 ？n 减一，然后有 k 的，对不对？那 k 是多少？三乘上 n 是多少？五减一，所以是四三十二，对不对？所以等于十二，对，没有问题，所以是十二。所以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十二。那总和呢？我们总共每一个 treatment 有五个，所以 n k 减一是什么？五乘上三减掉一个，所以有十四个，对不对？好，所以总和的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有十四。好，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加起来等于这个的 degree of freedom， 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才会算 M S 还有 F， 所以这边弄出来了以后，你就知道呢，我们的 F 的 critical region 要怎么放，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要查多少的，查二跟十二的这个 F distribution， 所以要查多少 F 二十二的，然后呢 ，degree of freedom 出来了以后。知道查哪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的这个，然后去看 alpha 是多少， alpha 0.05。那知道呢，在做 one way ANOVA 的时候，要把这个 alpha 呢全部都放在右尾，对不对？全部都放在右尾，就是这里 0.05 的几率全部都放在最右边。那这个 F 值呢，请你查表查出来 F22那这个 critical point 是多少呢？你可以查出来吗？三点多少？八九五三。8853还是8953？啊？3.8853。3.88。8853就够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critical region， 所以等一下我们算出来的 F， 假如大于它的话，3.885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会拒绝 H0 接受 HA。 那假如落在小于3.885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 HA，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怎么样算这个 F 呢？我们要先把这三个填起来，这三个呢其实只要算两个就可以了。所以怎么样来算呢？好，是用 SS treatment 等于什么 treatment， 你开始想我要看什么，每一个的平均值跟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那我现在呢，每一个的平均值变成每一个的 total 跟什么总平均值，我用总的 total grand total 之间的差异。好，然后把它补起来，每一个的 TI 是由 N 的数值来的，除以 N， 总共有多少个 TI， 把它加起来。第一项弄好了，第二项呢 grand total 有 KN 的数值来，除以 KN， 总共只有一个 grand total， 加起来还是这样。好，这就有 SSP， 把它带进来是什么样子呢？ N 是多少？等于5。TI 是多少呢？刚刚算出来了，这边25 45 20，所以呢是怎么样，25的平方加上45的平方加上20的，这就是第一项的东西，可以吗？好，然后后面的 grand total 是多少？90的平方，下面呢 KN 有几个数值？15个数值，可以吗？把它带进来，然后得到了这个数值叫做多少？148，是不是？啊，不对，70。所以这个是什么 ？SS treatment 就等于70，就可以填在那里。还有呢，是什么东西呢？随便你要算哪一个 SS， 你喜欢哪一个 ？Total 还是 L？SSL， 好，你要算 SSL。
一组的 total 之间的差异。好啊，平方，这个平方不要忘了哦。然后这边是负的，每一个 yz 由一个数值来除以一就不除，有多少个 yz 平方全部把它加起来。这个 ti 每一个 ti 由 n 个数值来除以 n。然后呢，有多少个 ti 平方全部加起来 i 等于 1 k， 是这样的公式而已。好，所以呢，前面这一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那些数值就叫做 yij， 这个最基本的数值就叫 yij， 所以是什么？3的平方加上什么？7的平方加7的平方加6的平方加2的平方，这是第一组的。那加上第二组的是这样，加上什么？9的平方加12的平方，一直加，加到最后一个数值的话，第三的式量的最后一个数值是7的平方。总共有多少项？ i 等于1到 n， k 等 j 等，不是 j 等于1到 n， i 等于1到 k， 总共有15项。所以这边总共有15个这个 yz 平方的数值，15项啊，全部把它加起来，然后减掉后面这一项，减掉谁？后面这一项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做的，所以五分之多少？25的平方加上45的平方加20的平方，那得到这个数值叫做多少？78。所以这个叫78，可以吗？那你只要要做 S S total 的话，当然也可以的哈。它其实就是什么，每一个 Y I Z 的减掉谁 grand total 的，然后呢，啊，你就开始讲这个，然后这个，就这样。啊，你把它带进去算出来，应该是等于140。八才对，这个是148，了解吗？啊，那其实你只算两个就知道了，其他的一个，啊，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的话，我们就在这里了。到这里的时候呢，把它 SS 都算出来了以后呢，对 ，SS 算出来了以后，我们的 MS 相除。70除以2，自己的 sum square 除以自己的 degree of freedom， 70除以2是35，这个呢78除以2 6.5， 这个不要突破它，这个不用。然后出来的 F 呢多少？ F 是用 MS treatment， 第六步还没做完，对不对？ MS treatment 去除以 MS， 记住一定把 MS treatment 放分子，这个一定要放分子，这个放分母，了解吗？所以呢我们是多少？35去除上 6.5， 得到的数值是多少？35除上 6.5 得到的数值是 5.38。 所以这个 F 是数值是 5.38。好，第七步是怎么样子？我的 F 数值是 5.38， 落在哪里？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22的哪里？ critical region 里面。 5.38 是不是比 3.885 还来得大？所以这个 F 值呢，越左边越小，小到你越右边越大的值，对不对？所以我 5.38 当然是比什么？比 3.885来的大，所以往右边这边，所以落在这里就表示说什么？我的 F 值 5.38 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22的 F distribution 的什么 critical region 里面。所以我说怎么样？我拒绝 H 接受 HA 说至少有一个饲料它养出来的小猪的平均增重跟其他小猪，其他饲料养出来的小猪增重是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了解我有小于5%的几率犯 type 1 error， 结束。了解吗？就说啊，我知道说这几个饲料养出来小猪的平均值增重的平均值不尽相同，
然后后面呢，拜下回分解，下面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哈，下礼拜要考试，下下礼拜的话，我们再继续教，那你怎么样子来说，那到底哪一个平均值跟哪个平均值是不同的呢？是怎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才可以继续教下去，这样可以吗？好，没问题的话，这边有一点小小的问题，随便。我们说，哎，这些 N 都一样哦，都这么乖啊，你养了五只小猪，每一个 treatment 养五只小猪，那些小猪都不会阵亡吗？不会像我们这个，以前讲的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尽量让各个 treatment 的重复是一样多的。好，我这样子去安排去养的，但是后来会不会有的？就死翘翘了，那怎么办？死翘翘的 N 就不一样啦。那说 N 不一样怎么办呢？会不会做 ？N 不一样怎么做？我们有一个题目，让大家试试看。N 不一样哦，其实也很容易来做。怎么样子？我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这一题，对不对？我们。把他的这个题目改一下啊，把他的数据改一下，然后让大家来做一下练习。这个 N 不一样的哦，那怎么做呢？80 92 87 83，然后0.05的话，然后就把这一点给它找出来，就是
要找啊，哎，叫做4.46。好，这个数字找出来了，所以 critical region 找出来了。那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来算三个的 SS， 对不对？三个的 SS 其实也很简单哦。然后我们来看看 SS treatment 怎么做。SS treatment 是要看每一个的平均值跟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那现在平均值要变成什么 ？TI， 所以呢 ，TI 要跟谁 ？Grand total 之间的差异，先把它写出来。好，原来每一个 TI 呢，下面的 NI 都一样，就直接除以 N， 对不对？现在呢，每一个 TI 下面的 NI 不一样，你就除以自己的 NI 啊。这样，每一个 TI 除以自己的 NI，TI 平方除以 NI 平方，然后有多少的这样子的 I 从 E 到 K 把它加起来，可以吗？这样，然后 grand total 呢 ？grand total 本来每一个 grand total 是有几个数值合起来的 ，K 乘上 N 个，但是呢，现在每一组的 N 是不一样，那你就把所有的 N 都加起来就好了。对吗？就这样子，还是一样。好，来，实际的数据带进来，怎么样子呢？第一组有342的平方，对不对？本来除以 n， 那现在自己的 n 是多少？四，对不对？第二组呢？那 ti 是多少？303的平方除以自己的个数是四个。第三组呢？多少？209的平方除以个数多少？三。前面的 NI 都相同的时候，只是下面大家都除以四，就这样而已啊。啊，你 NI 不一样，就除以自己的 NI 就好了，很简单。后面呢 ，grand total 是多少？854的平方除以多少？854是有几个数值加起来的？总共多少？11个数值加起来，这样就除以四。这样，很简单吧？啊，所以基本的精神其实是一样的。刚刚的 NI 相同只是一个特例而已，所以这样得出来叫做452.13，可以吗？这个会了以后，其实其他的就很简单。那 SS error 呢？哦 ，YIJ 的平方减掉谁 grand total 的啊？也是一样，对不对？很简单吧，就把什么每一个数值都平方起来，从第一个数值多少，80的平方加什么92的平方，一直加到最后一个数值70的平方，总共有几个数值被加起来？11个数值被加起来啊，哈，减掉后面这一项，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一项，854的平方除上它有11个数值来。就出来一个数值叫做是234.42，可以吗？哦，所以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那 SS total 当然你也很会做了，对不对？哎，对，这个是 SS total， 对不起，每一个数值减掉 grand total， 这个是 SS total。所以是等于686.55，错掉了，好像也没反应哦，啊，还是一阵错愕，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对吗？这个是 SS total， 对不对？最小的数值减最高的嘛，是不是？ OK， 好，那 SS error 怎么办？最小的数值减掉什么？自己的平均值变成自己的这个影像出来。所以得出来的话，这三个的话是怎么样子呢？我把它写出来，452.13，234.42，总和的话686.5。OK，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子。需要浮一点是280，这样，然后呢也一样算它的 MS 出来。多少？
226.07， 这个呢除以8，它是29.30。那 F test 呢，一定用 MS treatment 除以 MSE， 所以用226.07除以29.30，得出来7.72。Degree of freedom 是28的，所以第七步要下结论。我的 F 呢的值是7.72，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28的 F distribution 的什么 critical region 之内。所以呢，我也拒绝 H0 接受 HA 说至少有一个饲料养出来的小猪的增重跟别的饲料养出来的小猪增重的平均是不同的。然后我了解我有小于5%的几率犯相关内容，结束，可以吗？这样没有问题。所以七个步骤的那个逻辑跟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一样的，那只是呢，当你看到这个方位 ANOVA 的时候，你要想起来它要用 F test 来做。那为什么用 F test？ 原来是在 test variance 的，现在是可以用来 test 平均值的不同呢。OK， 然后呢，在做着的时候呢，你要去算的就是这几个 SS， 把它算出来，把它的公式呢，自动把它背会了，那把它做出来，然后下结论，跟前面讲的逻辑很相像，就这样子。有没有问题？讲到这里，下个礼拜都要考的哦。下个礼拜都要考，但是其实那个很简单，对不对？你把这个观念放到自己的脑子里面以后，几乎不需要准备就写得出来了。但是你那个观念的那个架构要出得来。